爷，哎，哎呀，你跑这么快干嘛呀？你这儿有没有好吃的辣条啊？好吃的多了去了。那都有啥呀？花花丝、蔬菜面、KK 星、酒鬼、北京烤鸭、葫芦丝、辣锅饮、火爆鸡筋、吃货奖、神雕侠侣、大长今，这都是我这里最好吃的辣条，你要哪个呀？是吗？那我都要了，你给我看看多少钱。都要了，1、2、3、4，一共5块钱。5块是吧？对。哎，我的钱呢？哦，我的钱忘家里了，没拿出来。要不我先拿走吧，给我记账上。哎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本小卖部概不赊账。不赊账？可我钱忘家里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女朋友还过70大寿，等着吃辣条呢。哎呀，那我考你个问题啊，你要答对了，我就给你赊账。好吧。听好了啊，地上掉一张5块的，掉一张50的，那你捡哪张？我肯定捡50的了，我又不傻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你们会先捡哪张呢？